那我们就是，哎，不用，好，手号靠，手号，反过来，就是你鬼鬼重重，在那边，在那公羊里边，转正，转正。查过程中，诈骗集团在旁把风的成员，故意利用工作手机传送错误的讯息，误导警方侦办方向。原警依诈骗集团工作手机指示，搭乘送信计程车驾驶的营业制小客车，因进一步盘查送信驾驶的身份，引发送信驾驶不满。虽然原警已经表达歉意，同时说明查系缘由，但宋明仍执意要将自录影像上传网络平台。不要录我脸，哦，不要录我脸。我去买个便当，我没有锁门，关什么事？你知道啊？请问你，你要载你客人去载，你去载。这是谁的手机？你去载。请问这是谁的手机？你给我来。你要载，你去载，你去载，你去载。来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去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拿我的手机，然后现在威胁我，刚才拿你的手机来撞我，你这是警察吗？我怀疑你是警察吗？我就是警察，这两个穿制服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你有本事你就承认你做诈骗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要被揭穿了，你就假装去买便当。哦，今天没有办你而已，改天。